圣心车站。那圣心车站的话，是一个是三义地方一个历史蛮悠久的一个景点。时间还允许的话，可能等一下还会去看个龙腾断桥啊，然后去绿叶方舟吃个东西等等的。那就看时间安排啊。现在已经中午了，我们今天出门出的比较晚，然后出门的时候又突然钥匙忘记带啊。然后外套忘记穿啊，因为今天天气又突然变冷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。土耳其鸡肉饭。但来到这个就圣心车站上面的商店街，都有卖一些吃的啊，或者是一些客家的东西。有腾云号，注意火车，这抓帮者的嘞，对啊，用抓帮者的，你看这就水，哇，抓帮者的车厢，欢迎拍照，请勿触碰。小云，你有没有看到火车？这边啊。会不会？你看你会看到自己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圣心车站这边哦，人很多，还有很多年没来了。这附近变化好像不大，不过就游客比较多。对，大部分看起来是这样。眼镜哦，眼镜哦，别人的眼现在就停在圣心车站前面的这个铁道这边，因为我女儿疯狂的在玩石头，她现在疯狂的在玩石头。哟，你有看到你吗？你在玩石头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暂时先停在这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自拍棒，这样而已，也没有很长哦。这样，这样有很宽吗？哦，好宽哦。这样还要看镜头，看镜头，这样就很好笑。哦，这样头就变好小、哦。不可以，拿石头丢人。来到圣心车站旁的绿叶方舟山那边，绿叶方舟哦，这是一个风景蛮优美的一个景观餐厅。小鱼睡着了，还是要把它叫起来逛一下好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出发喽。哦，现在改用这个 mini mic 收音，这个是那个铁三角的 mini mic， 是立体声的。我发现立体声的东西收音起来好像没有比较好，这边吧。哦，这边这个是停车场，这 GoPro 好广，请往园区，园区在这边。
园区在这边。前往园区。现在园区里面还蛮大的，绿叶方舟算是在三义也算是老字号，我记得好几年前了吧，它就已经蛮有名气的。不过我是一直没有来过了，不过我有去过，之前有去过另外一间叫天空之城，我记得是开幕的第一年去的。味道不错，有很浓的蘑菇的味道，你有看到吗？你要看这里啊，你看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就会跑出你了，有没有？好吃耶，欧克面包，在那里的 草皮啊，我知道我在选择要来这边的。这个是沙拉，沙拉上面还有核桃，你要吃看看，慢慢吃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们可以吃到晚上，还有萤火虫。披萨，好，放里面一点，好，怕小朋友摸到。鸡肉，玉番薯也可以，其实发爷在也可以啊，算了，发爷在我吃了，发爷在好吃啊，吃生菜，你要吃吗？这生菜沙拉也不错，千岛沙拉酱，菜也蛮新鲜，这可以算新鲜吧。好，吃一口鸡肉，不错哎。我这个。鸡肉好好吃哦，好嫩啊，嫩鸡呀！嫩鸡不就？它吃比我们多。嫩鸡腿，就是很嫩的鸡腿。我现在换沾一下那个黑胡椒酱看看，蛮好吃的。比我们上次去吃的那一间还好吃。不能把那个名字讲出来，讲出来我要把它删掉。就单独的原味而已，所以它调味并不重，所以那鸡肉的整个原本的甜味就会很明显，所以基本上还不错，很嫩。当然它价钱不便宜啦，500多块。那披萨比较咸，我这有刀子啊，这个披萨的口味就比较重。因为我们点的这一道，它刚好是客家的嘛，
客家什么鸭肉，我忘记了，酸菜鸭肉嘛，客家酸菜鸭肉，所以它酸菜比较咸，口味比较重，得要味道不错，就是它咸一锅了，它可惜。吃饱饭呢，我们现在来到户外的草皮，可以看到这里草皮其实蛮大一片的。后面的就是我们刚刚用餐的地方。我们刚刚是坐在户外区域，不过它这个整个用餐区域其实也蛮大的。然后再加上前方步道也不少，像这里也有一些步道。哦，这旁边也有一些步道。哦，然后前面是草皮，然后我老婆还在跟我女儿奋战当中。哦，好，我要去帮他了。小鱼过来。所以感觉也还不错，因为它不像其他的景观餐厅，位置都小小的，就是整个自然的生态维持的蛮不错的。